婷婷婷婷，你可唔可以同我玩呢个威密桥啊？我答应咗妈妈，今日放学之后要即刻翻屋企噶，今日就唔玩啦。我要玩，我要玩，我依家玩。同朋友玩时非常开心，但有时朋友可能唔想或者唔得闲同自己玩，佢可能系攰或者好忙。如果发脾气，其他人会觉得自己好难相处。不过唔紧要，我哋可以揾其他嘢做，或者迟啲再同朋友玩啦。婷婷，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齐玩威密桥啊？我答应咗妈妈，今日放学之后要即刻翻屋企噶，今日就唔玩啦。唔紧要啦。朗希想同婷婷一起捉棋，但婷婷好忙，唔想同朗希玩。唔紧要啦，我自己一个玩都可以噶。睇下朗希，佢自己一个玩都好开心，佢做得好好啊。婷婷，你可唔可以同我一起玩过三关啊？我唔系太想玩呢个游戏，唔紧要啦。朗希想同婷婷玩过三关，但婷婷话唔想啊。唔紧要啦，唔使唔开心，我可以继续玩其他嘢玩噶嘛。同朋友玩时非常开心，但有时朋友可能唔想或者唔得闲同自己玩。不过唔紧要，我哋可以揾其他嘢做，或者迟啲再同朋友玩啦。